今集我們要講的是和合，看到和合，很多已婚的太太或者是未婚的情侶 都覺得非常有興趣的，尤其是呢對一些感情開始轉淡的夫婦來講，性愛不大如大不如前， sex 的確在兩性之間的生活裡面其實是重要的一環，不可以濫，但也不可以缺，有人因此而尋花問柳，亦有人因此而紅磡出場，亦有人花大量的金錢四處去找人做和合法事，或者是用一些邪術的。雖然長久的關係是需要付出關心和愛心的，以及真誠去維持的。對於性，今集我阿 Kim 希望給大家有一個小小的感囊的，就是在自己的寝室裏面找出自己的桃花位，記住是自己的桃花位，那就放一幅的春宮圖，或者去擺一對催情公仔。如果不知道什麼叫春宮圖或者催情公仔的朋友，可以上這個網去 Google 一下、okay? 以這個越鮮豔顏色，當然是越鮮豔越挑逗就越為好的、okay? 不論你是有心無力還是力不從心都可以試一下的。